大家好，每天都要关心习主席啊。习主席据说最近下了死命令了啊，一定要在今年啊，就是二零二三年，一定要打一仗，要提升中整个中国的这个民意啊，要提升整个军队的士气。说这个共产党搞了这么多年，是吧？上一次打仗是什么时候？正儿八经打仗？ 上一次正儿八经打仗还是邓小平刚开始搞改开的时候，跟越南人打了一仗，是不是？太久没打仗了，军队都是一群废物，一天到晚吃喝嫖赌，战斗力不行。你看人家美国人到处打仗，是不是？你看俄罗斯人也是，是吧？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都没消停。为什么呀？你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军队，你不打仗，你部队就是一群嫖客、一群赌棍，是吧？那不行，必须打一仗。 说这个中央军委啊，中南海啊，就反复研究，那打谁呢？是不是？哎，谁都猜不到。他们说这个北京的饭局啊，纯粹小道消息。但是呢，有很多个呃局部的消息可以佐证这一点。你们猜猜，他西包子、中南海、狗中央军委到底要打谁呀、啊？你看最近啊，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说这个北边的俄罗斯动不动就把中国的渔船就给轰掉了，是不是？人也死了，船也沉了，大气儿不敢出，对吧？你说台湾这边也是，台海啊，天天搞那些飞机在那里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啊，一会儿排成 A 字，一会儿排成个 B 字，他也没见个真动作，就是花了不少钱，也从来没有一个实质性的面对面的摩擦和冲突，都隔得很远，是吧？ 稍微靠近点儿就被台湾警告了啊，生怕惹出事儿来，那规矩的很。印度这边我们也知道啊，印度这边的印度人一个一个的来势汹汹啊，那比西伯鹿袖子猛多了，动不动就占了中国的土地，大片的这个高山大海不是高山和这个湖泊哈，就这个错那个错的都被都被这个印度人给占走了，也不见中国人怎么的，是不是？ 就就打摔了几次跤也没摔过别人也不敢搞，但是你会，你这两天发现一个巨大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土工的这个这个船呐、啊，跟菲律宾的船直接在南海，在菲律宾的海岸的边儿上给直接给扛上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中国的海警船和一个巨小的一个菲律宾的也不是特别小了。 也是也是军队口的一个船啊，上面载了一百多个这个全世界的记者去采访这个南海诸岛，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知道南海诸岛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政治麻烦啊，因为土工在那里造了个人礁岛、人造岛礁嘛，把这个地方搞成一个机场了嘛，然后就宣布周边的十二海里全是他们家的，然后整个南海诸岛全是他们家的。 是吧？然后国际国际法庭裁，菲律宾赢了，但是土公不承认，天天就搞出一个海船在那里晃，对着菲律宾的船呢，在那里动不动就打人家的渔民，动不动就是威胁人家，但是都是吹吹牛，完了以后吆喝一下。昨天搞了一大事，巨大无比的一个中国海军的船，对着一个巨小无比的一个美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军事用的一个。 新闻船吧，应该是专门是，甚至是旅游船，说是嗯菲律宾的军方组织的，组织一百多个记者对周边的这个南海岛礁啊，他们认为是他们的主享有主权的南海岛道呃，南海岛礁做一个巡回的一个采访，从菲律宾的这个首都出发，然后要用六天五夜的时间把这个所有的岛都踩一遍啊，都拍点照片，然后呢全世界报道一下。 结果没想到引起了土工的极度的愤怒，然后派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海警船，就直接对着人家的船就撞过去了。这船上好多人呐，而且都是一个新闻记者，啊，说最近的时候双方之间不到十米船，那一撞过去，你想想那个船那么小，这个网上有图片有真相啊，你这一撞过去，吃那船上人都已经就切菜了，还好啊，最后没有撞。 然后菲律宾这边就强烈抗议啊，完了以后一下子成为全世界的新闻，你大家都在看啊，说你中共是不是疯了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不安全呢、啊，是不是？你为什么在这个俄罗斯这边也不敢动，是吧？你在这个台海这边也没有这么粗粗鄙的这么凶猛的动作，你在印度这边也没有这么粗鄙的凶猛的动作，为什么在菲律宾这边有这么凶猛的动作呢？诶、哎。 这就是土工中国高层西包子、中央军委他们最近的一个决定。北京的翻译局传的跟人物人流的，真是特别是真的似的。我听了一下，觉得挺有道理的。就是西包子他要求今年一定要打一仗，必须打一仗，否则的话，他这个八王硬上弓，打破干部终身制这个东西被他给搞砸了，看历史的倒车经济怎么不好，他没有地方转移视线，他必须要搞一场大事儿。但是他呢，打台还是肯定不敢打的啊。 打这个日本的是更不敢打啊，韩国这边呢也不敢动，就是现在来势汹汹，一个一个的啊，你任何一个地方一动，细包子脑袋肯定搬家。他们最后决定要打菲律菲律宾。啊，首先呢，菲律宾是在南边儿，是吧？上次打一次呢是在也是在南边打越南，现在打菲律宾。然后他打菲律宾呢是什么呢？他不是打菲律宾的本土。 菲律宾有是千岛之国嘛，很多个岛，有些个大岛，吕宋岛什么的啊，不打这些个地方，就打这个南海诸岛里面的菲律宾自己宣布是是菲律宾的岛礁的那些个岛，大概有八九个岛，十来个岛，就这么一个东西，把它全部把上面的所有的这个菲律宾的军队人马全部都给我干走了，是吧？诶、哎，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他们说这个菲律宾的这些岛里面呢，有些岛啊，中华民国台湾也是曾经上去过啊，马英九上去过。 也是宣布过主权，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啊，不是你菲律宾的，所以这个地方它有争议，所以它就控制在这么一个局部的范围之内，一气呵成是吧？然后把这个菲律宾占据的这些个岛。 我也不管你的国际上怎么判，我先把它抢回来再说。抢回来以后它有很大的好处啊，那几个岛跟他们建的人造岛就要相互之间有个呼应。以后的美国的什么这个军舰那个军舰，如果走这些个附近经过，超过十没有超过十二海里，你直接就是侵略我们了，就这么来的。如果真的能拿下的话，那不得了了。还有就是什么，他们算了一下，菲律宾其实他们也不敢打，因为菲律宾这个这个国家跟美国是。 盟友啊，虽然没有韩国、没有日本这么亲日，没有台湾这么亲日，他也是盟友。但是他是菲律宾是美国的军队的协防国。哎，说起菲律宾挺有意思的啊，有的说、啊、一个国家的命运呢，就在于一个决定、一个自由选择。说当时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夏威夷，这两个地方就是你们自己的。 你们自己的岛上的公民，你们投票，你们公投，是不是？到底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还是自己独立成为一个国家？随便你们，你们都可以啊。结果这个夏威夷的那帮人呢，就挺狡猾啊。最后公投，夏威夷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所以现在去夏威夷就等于是去美国了啊。 没有独立建国，菲律宾呢就公投，就我们要独立，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是不是？没有民主，我们要独立，我们民族要自强，就菲律宾就成为一个国了啊！所以菲律宾这个国家，你去过的人都知道啊，他这个说英语的，完了以后他是美国的协防国，这也是也算是一个错误吧。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菲律宾，这是真的啊！包括当年的日本攻攻菲律宾，美国人也帮着打他啊，挺有意思的。 所以现在土工他这边就这么一个一盘棋，他要打这个菲律宾，把这个菲律宾附近的南海你们那些个岛全部给把它给抢过来。为什么这么做呢？刚才我说的嘛，你打日本你不敢动嘛，一打日本你你你,你这个什么，你包子自己脑袋搬家，你韩国就更不敢动了，想都别想了啊，想多了你你你是你你你妈生你天生残疾啊，你台湾也不敢动。 是吧？台湾你动你谁动谁死，那是毫无疑问的。印度你也不敢动，俄罗斯你更不敢打，我俄罗斯是你爹。所以他们就就就就就就软柿子呗，就觉得菲律宾其实菲律宾也不是软柿子，他们就赌，如果我动这些个南海岛礁的话，把南海岛礁收回来的话，美军他是不会动的。美军虽然是他是协防国，他不是盟国啊，所以呢，只要美军不动。 所以这个共军呢，他就能够果断的把这个菲律宾所占据的这些个岛礁给拿下来，同时台湾这边呢，也不会去什么什么什么啊，也不会去占，拿偏架，是这个意思。为凝聚一下他中华民族的士气，他想的挺多的。我告诉你啊，哎呀。 土共包子敌，他现在最想干的就想打一仗，真的最想打一仗，他必须要打一仗。要我是他，我肯定要搞一仗。就像当年邓小平，你不打越南，你根本就就就没法开始，你必须要要就投名状，是不是？你现在必须要有个投名状进来，你否则的话没法弄。但是你这么一搞，他们北京有些个地沟油的专家就说了啊，就恰好就暴露了中共所有的软肋啊。首先你不敢打日本吧？ 是吧？其实你不敢打韩国吧，然后再其实你不敢打台湾吧，你也不敢打印度吧，俄、哦、俄、哦、北方又是你的爹吧，但谁都不敢打，最后你就打菲律宾，菲律宾有有那么容易吗？开玩笑，菲律宾你你你打菲律宾，它有一个什么的什么路径呢？就是你要锻炼你的海军。 就现代军队都是海战嘛，是不是？航空母舰，然后立体部队推进。过去那种人人海战术早就是不行了。你打菲律宾那么远，你中共的海军行吗？你那那些个装修舰行吗？所以他们认为什么呢？就是你暴露了一个更大的软肋，就是你中共的海军啊，你是没有能力真正的攻打台湾的，你根本就不行。你最多就是远远的放几个野炮是可以的，但是你根本就没有能力。 所以说土工的意思呢，也是通过希望跟菲律宾打一场局部的小战争，是吧？收回一个岛礁，锻炼一下他的海军，同时为西包子的农椅呢能够加固一下，就这么一个意思。想还是想得挺美的，但是所有的软肋暴露了，你根本你的海军就是一个纸糊灭扎的东西啊，你啥也不是，你还打这个打那个，我倒是觉得蛮高兴的啊，让西包子看他能不能够真的打打赢呗。如果打菲律宾。 就打败了你又咋办呢？我的个去了，是不是？所以说他们反复研究，西胞子下了死命令，只能赢不能输啊！必须打回来，必须把这个岛礁抢回来，占据南海的主动权。我看有些人也说的啊，说西，你别看土工闹得闹得凶，最后土工如果真的要搞一场局部的战争的话，一定是在南海，不可能在黄海，在黄海跟日本人抢扛上了，在台海跟跟什么，跟这个台湾美国扛上了。 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印度洋，你就更别提了。你就那点破东西，你怎么怎么弄啊？是不是？你啥也不是，跟而且跟印度也扛上了。他最最终，他真的有可能对菲律宾动手的，有点意思吧？这就是土工的心思啊！你有时候要看懂他。谢谢。